了提升行人安全，台北市的民权系和承德路口增加了四个半圆形的庇护岛，但是民众看法两极，因为对开车的用路人来说，可能会因为视线死角而撞上。小心小心，看看过去事故，车辆硬生生开上庇护岛，如今庇护岛增加，提高行人安全，车辆也更需要留意。会被撞就是会被撞，应该比较保护行人吧。防疫庇护岛在中间啊，不影响啊，可能会提醒啊，很好啊，避免那个小啊，只是给大家看，我们还是要过来的时候，车子还是会不让你，还是会不让啊。从上俯看，庇护岛位置就在四巷的左转道旁，并不影响直行车道。行人如果通行秒数不够，能暂时站在那里。北市不仅承德和民权西路，最近信义路口也正在增设。忧心驾驶们还不习惯，议员提醒必须同步加强宣导。同时要考虑到驾驶的视线，可以用增加反光排面等等的方式呢，以防驾驶一时不察撞到。相关单位也并没有说明说清楚在这边施作的工程是什么，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这个车流量在经过的时候，现在搞得连这个车子也很怕撞上这一块的行人庇护区，就怕行人被保护了却反而增加驾驶用路上的不方便。但北市交通处强调，这个设计两者都能兼顾，如此的设计既不会影响直行车流，且对于行人通过此路口时能更具有安全性，同时也规范及引导出直行车流应该有的行驶路径。增设交通设施，宣导配套势必也得做足，否则恐怕适得其反。民视新闻中永轩、蔡明正台北采访报道。赶快拿起 MOD 遥控器，在自选餐当中加入民视新闻台，为您带来最及时、最正确的新闻内容。